谁要乱扔垃圾？谁说了？什么玩意儿？快憋死我了！只要养成习惯呢，垃圾分类既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而且绿色环保呢。我的油漆都是进口的高档货，这些油漆都有问题。在你们圈里谁最时尚？不知道。斑马，家伙，你记得是什么油漆吗？你快把我的脸都弄毁容了。徐老师，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阿巴幸福社区。徐老师又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呀，就知道吃。徐老师是专程给我们社区带来智能分类垃圾箱，并且叫我们垃圾分类的。大家好，当然我还给大家带好吃的啦。我的别墅卖出去了，银币像一样砸向我了。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兄弟呀，我们是兄弟呀。我是明星，我是超级明星。我是一名老师，一名优秀的好老师。哎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醒醒啊！大家醒醒！这是一个厨余垃圾的智能垃圾箱，所以，哎，这是一个可回收的塑料瓶，对吧？嗯，放到这儿感应一下，没有任何的反应。哦。但是，当我们拿到这一袋，厨余垃圾。厨余垃圾指的是什么呀？就咱们厨房里的剩饭、剩菜啊，骨头，什么果壳，就这些啊，菜叶子。哇！神奇吧？谢谢。他还能说谢谢？嗯。哎呀，有好吃的！哎。哎，你试试边上那个。哎，可回收啊！哦，嘿，哎，谢谢。好玩。可是按这么扔垃圾，我这小卖部都别开门了，这太慢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？知道错了。我们都知道错了，您再请徐老师来讲一次吧。哎呦，这个嘛，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可回收垃圾。可回收垃圾，比如说像这个饮料瓶，废的报纸，还有这个金属制品，像这些东西呢，只要集中的收集起来之后，定期的送到回收站就可以啦。那这个有害的垃圾箱放什么呢？对，有害垃圾那就厉害了。大家看啊，废电池哦，过期的药品哦，废的日光灯管，还有水银的温度计，还有像这个
废的油漆，这些都属于有害垃圾，因为它们需要经过特殊的安全处理之后才能够被回收，所以一定要放到有害垃圾的垃圾箱里啊。这回我记住了，这也不难嘛，只要养成习惯呢，垃圾分类既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而且绿色环保呢。徐老师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那个阿文婷老师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下次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您可一定得到我们社区去给孩子上课。我就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像您一样受孩子欢迎的老师。徐老师，您还有吃的吗？就知道吃。我说八道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垃圾是怎么分类的呀？你啊，您不知道？哎呀，我要知道我还问你干什么？您是大人，我是小孩，您不知道我能知道吗？嘿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啊？什么味儿啊？这么臭？没味儿啊。老爸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那个，我把垃圾都扔到咱们家房后头了。哎呦，疼啊，老婆！八点了，八点了，这是谁呀？乱扔垃圾，臭死了！到底谁干的？臭！熏死我了！谁干的呀？这是穆阿吕，你快拉我一把呀！这什么味儿啊？快憋死我了！快！这谁这么没有公德心的？我家门口这带味道更浓厚，哎呀，我都没有办法做生意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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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扔垃圾的人实在是太可恶了，是吗？那抓到这个扔垃圾的人该怎么处罚呢？应该罚他，罚钱。不至于吧？提前多伤感情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？凡提，谁家也不富裕，不罚款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最少也得罚他打扫社区一个月。要把集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对，还要替我们俩报时。这是不是狠了点儿啊？树爷爷，您有没有看到那个扔垃圾的人？我睡着了。树爷爷，那是不是？哎呀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了，太可惜了。等等啊！带小仙掐指算了。哎呀，车！哎呦，老师，这是你的车呀？这就是运垃圾的车呀？对呀，这是我的车呀。你闻闻。我们的。闻。真是一股味儿啊！我的车，谁动了我的车？哎呀妈呀，这话说的，这是你的车吧？对呀。你也承认这是你运垃圾的车吧？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是你扔的垃圾。对，就是你。我？怎么可能是我？哎呀，昨天晚上我很早就睡了，这个车在这儿，我哪知道啊？你们要相信我吗？那你们确定这是蛙驴扔的垃圾？那怎么处罚他呢？阿凡提，你也不相信我？我，哎呀，哎呀。
还有没有天理呀、啊？罚他啊，罚他给我们家干一天的活儿，就是不给胡萝卜那种，那不两天，怎么就只给你们家干活啊？至少打扫社区一个月，把集市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要替我们报时。那看这个，眼熟啊，这好像是我小卖店卖出去的。哎妈呀，昨天来买过。难道只有我买了吗？嘿，你来收，这是最后一盒了，你还嫌我进的少呢？再看这个，这是八一老爷买的烧鸡。爸爸，那烧鸡大嫂写的我的名字呢，你怎么认定就是我买的？这四口一看就是您的特别技能。什么技能？用牙撕。那么再看看这个。我的玩具啊。这肯定是婶婶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垃圾袋里去的。站住。大家说说怎么惩罚这个乱丢垃圾的人呢？打扫社区一个月，把集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们报时，把这些事情都干一遍。我们的好友阿凡提会说话，能解题，他是人人都夸的阿凡提。财多物多，他是故事中吝啬无双的财主八一老爷。他天生有个驴脾气，其实他会给你带来好运气。他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的乌阿驴。精彩角色全面迭起，幽默搞怪，尽在少儿频道大风车新版第二季《驴友阿凡提》。八一老爷，干什么？你这卖给我的什么漆呀？怎么？你看这木质刺鼻的味儿，这路过家门口都能闻得到。你退货还钱，胖子。我八一做生意向来是公平厚道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怎么不是？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用这个油漆把我们家粉刷了。如果我们家没事，那就是你有事，你就是没事找事。老爸，你真棒！我一回来就看见咱家栅栏你全都粉刷了。那是。老爸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出汗出太多，痒痒。哎呀，老爸你待着，我去收租了啊。去吧。收租，我最高兴，这是什么事啊？那么刺鼻子！树爷爷，快让我进去！你身上什么味儿啊？你再过来！我不过去，那也行吧。哎呀，大爷，干什么你啊？你别那么大声，我精神紧张。我大家反映，你卖给社区居民的油漆味道很刺鼻，而且呀，用过的家庭身体都出现了不良反应，比如说嗓子发炎、呼吸困难。这胡说！胖哥，阿凡提老师，你要买油漆吗？你这些油漆是不是从八一那儿买的？您怎么知道的？这些油漆都有问题。我开始也这么认为，可我问他，他说他们家刷房子也用这油漆，他坑别人总不能坑自己吧，对不对？他们家也刷了油漆。哦，我明白他身体为什么痒痒了。蛙驴，哎呦，哎呀妈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什么事儿？蛙驴啊，把我家房子重新粉刷一下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给多少根胡萝卜？哎呀，蛙驴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还要什么胡萝卜呀？你每次都这么说，我每次都给你们家白干，你们每次都，是吧？反正不给胡萝卜，我就不开工。
新刷的房子可真整洁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你说是不是啊吴阿驴？这是倒是，不过这油漆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，我刚好感冒闻不到。吴阿驴啊，这房子一刷新，我怎么觉得东西都旧了呢？哎，你看看我这裙子，来刷了。裙子也刷，刷，花你也刷，刷，刷，我这个干什么呢？树爷爷，我给您化个妆，保证您年轻十岁。我是大树，要那么年轻干什么？这个颜色难道您不喜欢吗？树叶是绿色的，您是红色的，那多醒目啊！那汽车见了我是开车呀，还是停车？不要就不要嘛，你干嘛发威呀？不要！我是无辜的，都是阿姨妈呀的主意。王宇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站住！你怎么给我刷了油漆？我这么痒啊！哎呀妈呀！你们家该刷的我都刷了，什么时候给我胡萝卜呀？让我想一想，我总觉得家里啊少了些什么。吴阿驴，你又想什么呢？你懂时尚吗？不懂。你知道在你们圈里谁最时尚？不知道。斑马。发气！叫我啊！叫我！叫我！叫我！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叫我呢？哎，树爷爷，您有没有听到什么人在叫我呀？没有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我估计我是得了多动症了。您这把年纪得多动症？不是。是，哎呀妈呀，给我涂的油漆。我就知道这八亿的油漆有问题。哎呀，瓦驴呀，你又怎么了？谁把你变成斑马了？斑驴了。你到底说什么呢，瓦驴？树爷爷，您能不能用您的读心术听一听瓦驴要说什么？我的法力都消失了。哎呀妈呀，你一定要给我刷的呀，美美的。没问题，我会把你刷成由红过渡到粉，再由粉过渡到绿。这几个颜色能过渡吗？我觉着全部刷上蓝色的比较好。可以。住手。怎么了？八姨卖给大家的油漆啊都有问题，家家户户用了人都生病了，大树被你们刷了以后啊都得多动症了。大爷差点被刷了。不会啊，我跟吴阿驴都没事啊。吴阿驴现在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哎呀，还是这儿傻。还有，还在这蹭呢。不是，我这蹭的，我这痒痒。你来，老妈。树爷，我媳妇叫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哎呀，别等等。老妈。老妈，怎么了？你的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哎呀。啊，你进的是什么油漆吗？你快把我的脸都弄毁容了。哎呀老板啊，老吴，你这油漆怎么能粉刷屋子呢？你这不拆，那不是剩下的也浪费了吗？浪费也不能要。哎呀，阿伯姐，你快看看，这
这劣质油漆的辐射非常危险，对人体伤害很大。你们必须得离开这个屋子，离开，离开之前，必须得开窗透气，开窗透气，整理干净，整理干净。好，老爸，你去接林。我不去。你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没清理干净，你就别想出来。给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撒开！你看你给大家惹了多少麻烦。我看呀，你最好退货还钱。这什么货还什么钱的？我那个游戏没有问题。这时候你还犟嘴啊？你看你把我的脸都弄毁容了。我问你，那油漆到底多少钱一桶进的？一个金币十桶。他卖给我十个金币一桶。我不就挣个差价吗？再者你说了，我怎么没事？你还说你没事？你身上不是也痒痒吗？我在我这儿蹭来蹭去的。我就是好。哎呀，好好，还你们钱，还你们钱！你们快给我解开我这身上，快痒死了！不能解开。你如果再抓痒痒了，你的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的。什么？只能忍着。不是，这可是对你好。我对我好，跟你们不联系。哎呀，大爷老爷啊，我给您挠挠。胖子，还是你好。来挠，十个金币一挠。我不要。哼，不回来。挠吧。十个，二十个，三十个，四十个，五十个，六十个，七十个。区长，我叫八姨，看看我们这儿的环境怎么样？我是看着居民姐姐的七巧板长大的。我们就把这儿做成临时的活动中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极了。你好像是攒了不少的私房钱呐。我最恨的就是别人算计我的金币。金仙子，我要坚守宝藏。我们的好友阿凡提。会说话，能解题，他是人人都夸的阿凡提。财多物多，他是故事中吝啬无双的财主八一老爷。他天生有个驴脾气，其实他会给你带来好运气。他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的乌阿驴。精彩角色全面迭起，幽默搞怪，尽在少儿频道大风车新版第二季《驴友阿凡提》。